这外来种植物啊，你另外看，番石榴，好，番茄，番阿姜，番薯，番麦，哦，对了，大陆我袂记一个番麦，哦，啊，拄啊讲番阿花无唔对，哎，啊，所以咱即卖唔好讲迄老蚵啊，咱就是老蚵啊，因中国来遐叫做番薯啊。你知嘛？啊，闽南语嘛，该注意啊！你那个看尾音吼，都歧视的意思。边坡做的唔讲，啊你边坡啊，哦，啊像讲啊你客家人啊客人啊，弄个看尾音哦，啊咱唔好讲安尼吼，客家的弟兄姐妹得啊吼，客家啊客人讲客人得吼、哦。那么嘛，无人咧讲，咱咧讲。拖拉库，吼，哦，敢那卡大只，无人咧讲拖拉库啊，吼，无啊，吼。啊，那讲到车，哦，拖拉库这车，车卡大只，啊那车卡这只，卡大车，好不？啊，好，好，国家民族啊，错误的认同，咱来探讨看卖，哈，好来，错个中华民国当作我国，我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啊！伊若讲啊，我台湾人嘛是中国人，我甲伊甲笑一句：你是人嘛是狗？我爱那个笑，吼、哦、好。咱伊谈论你2008年来台湾做咧，吼、哦，你看，迄年吼，马英九下令，为桃园机场到台北市，拢袂使出现中华民国这个车轮机，吼、哦，所以派警察沿路咧搜查，那看到机啊拢修改，甲抢来。有诶，阿罗登当本座人，啊，咱日军诶台湾人戆戆，人因中国来着，无爱因迄支车轮机啊，迄、那个高油啊机，台湾人搁摕中华民国机啊，都咧电咧捍卫中华民国，爱、啊、是毋头壳歹？咱毋着爱对讲啊，你咧修啊，对修啊，咱对啊，当本座人对当本座人，毋是搁带咧天机啊，啊，等到台北市因诶五千机。哦，马英九因老大哥的机啊，警察派中华民国警察咧个保护，惊日军咧去个抢来，甲交做过，甲放火烧。哦，这都代志大条啊！这老大的机啊，拢袂使受到损害。哦，啊，你看差价济哦，包括2012年伦敦的奥运会，咱来做咧。本来伦敦的奥运会伫伦敦市才有挂这个车轮机。阿公啊，抗议，讲奈无依照奥运的模式挂迄个五环旗，梅花五环旗，啊，迄个伦敦奥运自知理亏，因有默契，有这个奥运的模式，爱挂五环旗，代表中华民国 Chinese Taipei， 啊，所以迄、那个中国甲降落来，甲修改，啊，咱台湾人搁底下计较，搁底下咧捍卫中华民国啊，对不？啊，包括2009年伫高雄举办四大运会上前的这个电音三太子，伊嘛伫伦敦咧发国旗，讲咧向前冲，讲代表安尼咧爱台湾。啊，这敢咱台湾的代表旗？唔是呢。哦，讲台湾人迄个中国国民党69年加加讲，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，看得贵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台湾人头壳无清楚，这还佫拢全少年啊呢。这又骗个戆戆，吼、哦、，OK。但是咱近两三年安尼一直咧讲，吼、哦，安尼咧讲，哎，今年张志军来，吼、哦，因咧欢迎张志军，即中国党咧欢迎阿伯，包括咱日军咧去四个咧个抗议，都无看到举中华民国旗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都算有进步啊，咱加减讲，台湾人加减读够醒个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好，过来。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？来，咱来看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在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哦，这个作者来嘞。李登辉之前捌讲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这句话你还依稀可以看到他流亡的痕迹。中华民国本来伫中国。
今嘛招来伫台湾，叫做中华民国跑来在台湾，还看得到他流亡的痕迹。啊，边个总统为着两千年的选举，吼，创这个台湾前途捷运，讲要救中间选民，伊唔知影讲伊这个升级佫较大。你讲你若要出卖台湾，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，啊，大家要有钱来分。这中华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中华民国，拄好甲台湾准送互中华民国，连买都无买，直接用送的，对不？同款，民进党这头人，包括阿扁啊，这拢法律拢法律的专家，竟然唔知讲这这严重。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啊是毋用上，连卖都没有卖。过来，蔡英文，中华民国民进党前主席，嘛是为了选举，2011年10月11日，伫高雄市乐冈公园演讲，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。李登辉佫有讲，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伊讲已经毋是。是台湾的政府啊，哇，假烂了，哦，这个卖的要更彻底，啊、哦，赶快，连不啦，连买都买，无买，这用上的，啊、哦，搁加一个台湾政府，哦，这作假烂，台湾人诶，算高人，这个东主席，诶，这个蔡英文，包括民进党，陈水扁。搞不清楚状况，把台湾都送了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得咱台湾人头壳拢戆去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一寡例，咱平常时拢讲到人人上国，唔知道有讲唔对，咱拢唔知影。来，第一个外省人，啊，这唔对，爱改啥？中国人，啊、哦，不唔对，真好，哦，恁这几个算较先进。台湾这个无外省人吼，爱、哦、改做中国人，因为你若讲伊外省的，啊咱叫做本省，啊咱叫做因中华民国的一省，我咱变人的一省，啊这唔对呀吼、哦。台湾真好分，台湾敢若两种人你记好，啊话讲啊你可能讲啊一半查甫一半查某的，唔是。本土台湾人头都讲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迄天，还阁住伫台湾的咱的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包括所生传落来，就是本土台湾人。因迄阵外国人拢阿袂入来，外国军队也拢阿袂入来，剩的拢总叫做外国人，包括这中国人，吼、哦，拢总叫做外国人，安尼就做个分啦，吼、哦。本土台湾人甲外国人，安这两种人俩 ，OK。过来，专姓。咱常听广播电台咧讲，专线药房拢有得卖，专线的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，有无？你若讲专线，啊，台湾一个变人的一线，对不对？爱叫做啥？哎，专台湾无唔对，啊，你可能有偷看网络的款，哦，无唔对，专台湾。袂使讲全国哦，台湾毋是国家，哦，袂使讲台湾国，哦，台湾毋是国家，吼、哦。过来，第三，咱拢讲大陆，即个你若知影毋好讲。好，啊，即句毋对，要安怎改？有人会晓袂？因为你若甲外国人讲，啊，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。伊可能头壳惊了，啊，你是要对一个大陆？因为全世界有北美洲大陆、南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、澳洲大陆、非洲大陆，佮有一个亚洲大陆。啊，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佚佗啊？哦，那伊外国人是安尼，啊，当然伫台湾，大家拢讲大陆关系啊。咱就来讲了大陆，敢那全世界敢那中国大陆呢？其他迄五个拢无。连亚洲大陆拢无迄款，叫做鸵鸟，吼、哦，啊，该是啥？嘛免讲中国大陆，直接讲中国就对啊。啊，我后礼拜要来中国佚佗，简单明了扼要，
目标明确，没有人要讲你唔来买对一个大陆啊、哦。来，省道，这句唔对，爱改做啥？嗯，有人知影无？你若开车伫这条路吼，唔免加汽油，干那加水会走，安尼你甲讲号做省道会使。这条吼，台湾第一条纵贯线，有人讲纵贯线，台清甲咱管212栋，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。开到屏东，日本政府来台湾第11年，为家人开到屏东，拄啊干呐，分林迄个西丽迄个大桥吼，迄个要搁咧拍地基吼，迄个较麻烦、较困难，因为迄条溪太快。台清无心要好啊建设台湾，所以212年连铁路也无吼，啊刘铭传做些啥物？迄算五分啊车的铁路，迄拢无遵守，迄不合乎世界规格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第一条纵贯线，吼、哦，是日本人起好的，吼、哦。OK， 来第五，我讲偷渡客，偷渡客爱安怎讲？那唔对，要安怎讲？有人知无？如果偷渡客这个逻辑乃通吼，安尼连讲你若等于领导拄啊。万一拄啊有人吼，恁、哦、比如讲恁兜着贼偷，啊你若拄着，爱甲拍招呼，啊小偷你好，因为你是人客，小偷客，啊小偷啊，冰箱有凉的，你有甲你摕来食无？对不对？啊，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，哦，你若要去人个国家，一定爱去申请签证，哦，除非讲你讲迄个国家跟你友好。相信你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水准，可你免签证，吼安尼。啊，无你一定爱经过海关才会当入来嘛，吼、哦，爱 passport 检验。啊，你无经过海关，直接，吼、哦，迄阵台湾20几年前，台湾前阴卡北，中国的福建的长乐县外海有一个平潭岛，真侪中国人，查甫拢为了坐渔船啊，来到咱新竹的南寮渔港附近迄个海岸。啊！就去到屏东的那边东港、枋寮，为遐偷渡上岸。啊，然后中华民国的海防部队海巡抓到，拢爱送去什么新竹、吼、哦、进炉啊！哈、哦。啊，那么你也想，因拢讲抓到偌济偷渡客，爱、啊、人啊，因用中国人的心态，因为因中国1949年逃亡来台湾。啊、所以因遐个人是对伊后壁来，拢变袂中国人，讲啊，咱故乡的人客走来找咱，所以伊甲当作偷渡客，毋是偷渡犯，哈、哦。啊，即伫外国，你若偷渡抓到，爱关哈，爱、哦、判刑，哦，所以爱叫做偷渡犯，哈、哦。好，过来，啊，咱讲啊，即卖民国几年？哦，全世界95%拢无咧用。即款的家己的年号，拢嘛用公元几年、西元几年，对吧？爱改做西元哈、哦。啊，你若你几年厝的，啊、哦，足好算的。你若民国50年生，啊，中华民国50年生，你甲加以11，你就是1961年生的，啊、哦，你甲加在伊就对啊，啊、哦，足好算的哈。哦伊讲个关系，好来，啊，陈水扁总统，台湾的总统陈水扁，啊，这句唔对，安怎解？嗯？台湾唔是国家，所以袂当选台湾总统，台湾国的总统。即马伫台湾。这个叫做，伊是选中华民国流氓总统，啊、哦，所以是伊是中华民国流氓总统陈水扁，啊，安尼讲较对，包括李登辉嘛同款哦，伊嘛是做中华民国的流氓总统，哦、
因为所谓流亡，就是讲离开家己的国家，到去别个人的一个都市。所以台湾唔开，中华民国开，红叫做 Chinese Taipei。好，像法国，伊有德军个规个占领，也带到了将军，带一挂军工教人员，德蒙去英国的伦敦，叫 France London 啊，法国在伦敦啊。好，台湾退出联合国，啊，这句唔对的，要怎改？因为台湾，嘛唔是中华民国，台湾将来唔捌加入联合国，就跟他讲，迄、那个房间，我将来唔捌入去迄个房间，啊，你讲你看我为啊出来，哎、啊，叫做看到鬼。我将来无入去遐，你哪会看到讲我为啊行出来？台湾将来无加入联合国，哪会退出联合国？是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啦。联合国迄个岛啊，哦，另外一个名牌写 China， 无这岛啊，伊啊拢无换，名牌嘛无换。自己换代表，甲蒋介石第二下的代表甲赶出去，邀请毛泽东的代表来接，啊、哦，所以唔是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，因为即摆迄阵是咧争中国的代表权啊、哦，所以 China 要底下，只是接人换人俩，哈、哦，好。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我头头讲了。名叫做中华民国，啊，这错误哈。台湾不是国家，啊，叫做大日本国台湾，咱的真正的母国，而且咱的国籍是大日本国哈。啊，这基本的，哈、哦，这爱咱来了解。咱卖有中国人甲咱教这，这边拢唔对的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咱。几十年来，朗朗上口，讲了惯字惯字，哦，讲惯字啊，当作真的，就跟他谎话讲一百遍会变真的，哦、啊，咱就许人安尼，所有报纸，逐天咧甲你讲省道，逐天讲大陆，逐天讲讲讲，啊，咱课本教科书啊安尼，啊，你说甲当作真的，其实拢全错误的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么。为台湾来，不为中国来，拢唔是啥物好物件。好、哦，东西，即句话，那人咧骂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啊、哦，就是无好的意思哈、哦。这物件拢歹，无人咧讲，你算什么南北？无人咧讲，好、哦，所以东西拢唔是好的物件。啊，这有咧呢，啊、哦，咱台湾出金蕉出山啊，吼、哦。足芳足好食，但你若加台湾的金蕉山啊，加送去厦门，哈、哦，送去福建卖，卖不到好价钱，因为迄纬度同款，因那边福建南边哈、哦、闽南遮，嘛拢有出产山啊金蕉，啊因佫足俗的，人工俗，土地俗，所以伊遐一斤炒作，那卖五块。一斤，啊！咱台湾的气哦，你若无卖十块，无钱赚，因为你还佫加运费哦，人伊个在地生产的，啊，边边品质差不多，差不多人买过来买十块的，加一倍价钱。但是你若甲金蕉山啊甲往北卖，卖去日本，上少三倍价钱，吼、哦，会赚大钱。同款日本人，伊个苹果来啊！迄阵台湾梨山遐还袂咧种来，也是哦，苹果来台湾嘛贵松松，起码嘛是三倍价钱。啊、哦，所以台北地方这因咧卖叫做南北货，高雄的凤山中街，哦，哎，三凤中街，哈、哦，因嘛是咧卖南北货，无人咧卖东西货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大家拢嘛咧卖南北货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。为中国来拢啥物歹物件吼？
地寒流，因为我住屏东哦，我那日头足热的，逐天就安尼足温暖的。尤其若到寒天，我若来遮吼，我拢做我感冒。寒流来，我拢寒到死一阵，因为伫屏东穿顶的，来到遮衫一领一领一脱，那么穿咧四五领。所以我对这寒流作感冒的啊，都真正作个感冒的。好，啊，过来，十几年前开始有沙尘暴，哦，好不？咱较早哦，拢唔捌听到沙尘暴，为十几年开始。啊，现在产生沙尘暴，就是迄个天灾毛泽东，伊为着要超英赶美，发动。农村大家拢去起一个大灶，要土法炼钢，要超英赶美，啊，这笑的。甲砖头边啊附近的树啊吼，撮了了。啊，你知影？树啊撮了，真济会死去。啊，根啊，一年一年烂，到尾也无多，保持水土保持。土石流了，开始沙漠化。啊，若起东北季风，就飞飞往台湾来啊。啊！这十几年前哦，但是这几年还佫加一项，叫做雾霾。你嘛较早毋捌听过。啊，就是中国伫哦二十几年前，邓小平哦，1979年哦开始哦改革开放开始，伊用伊较俗个人工佮土地，吸引全世界个厂商来啊设厂，也是落订单来予中国人做。一变世界的工厂，但是伊无咧经好歹，只要你有订单来，我有工钱赚，伊就做。所以全世界高污染的物件、高耗能的，拢上涨落订单去中国咧做。足侪毒有毒的这个化品哈，拢伫中国生产。这拄啊，跟咱早期。同款，台湾早期咱嘛是牺牲台湾的环境权，中国人高高在上，叫咱台湾人做牛做马，去做加工区，去加工，吼去做劳工，去生产一寡五金，一寡塑胶零件。啊，像了台湾，其实台湾那两间那个清洁类农场袂使，像了起个六千。就是拢要做加工品，啊！你去澳洲，伊个土地甲要咱台湾个200倍，因个人口加咱无偌济，加差不多100万，2700万。啊！因澳洲有足高深的这个科技，啊，包括作家的这一挂高科技的技术专利，他都舍不得污染伊澳洲遐大土地，伊甲这专利授权。我咱台湾呢，塑胶业，吼，哦，石化工业在做，做做咧，产品高档的，赚一撮啦工钱啊，5%、10%的工钱。这些产品上登去澳洲，因打因的骂骨去哩，附加价值就出来，吼，哦，伊就会当卖足贵的，啊，钱拢因咧赚，类似苹果同款 ，iPhone， 台湾都种代工。啊，咱所谈的无超过3%，哦，伊即马咧做 iPhone 5，哈，5S， 啊，所有谈的是毋是拢鹏哥公司谈？哦，啊，我65%拢鹏哥公司谈，啊，台湾拢赚一撮工，污染拢留伫搭，因为伊迄足侪足特殊的化学气体，迄拢有毒，哈，啊，这就是咱台湾现在癌症拢排第一名，啊，即马中国同款。因规个迄种雾霾，规个都市，上海、北京，那迄雾霾发生起来，雾甲，吼，迄能见度无超过30公尺，爱树个拢冻啊，爱拢不可逆转，真个树拢掉了，清袂出来。所以，全世界遐大间公司个派伫中国上海、北京遐总经理级别，因本来拢规家伙住伫遐，拢准备要撤退，因为伊知影讲，佮输嘞。后日啊，吼，会癌症一定会发生，而且拢不，真侪拢不可逆转的，吼。过来，
郑成功，哦，迄闽南遐来，伊成功咱失败。荷兰人，哦，1624年来占安平了，开始一挂先进的作物甲管理技术拢引进入来。刚迄一年，荷兰人嘛去占美国纽约曼哈顿，哦，遐迄个港口伊甲合作。新阿姆斯特丹，啊！你甲看，到尾48年后，纽约变作全世界上大啊、上先进的都市。啊，咱的台南安平呢，敢若在台湾比，咱就本来较早一户二落三万角，啊，即摆变作啥？6都变第四名，输台北都，输高雄都，输台中都。变台南都第四名，吼、哦，遐一路胖见啊，连在台湾都必输，唔免讲全世界比，吼、哦。所以，郑成功若卖来甲荷兰人赶走，搞不好咱今仔大家跟荷兰人混血，你知影混血拢作水作烟斗，你安怎过作？查甫烟斗，查甫会水，大家拢180以上，脚拢热热长，我欲来踢加球，无要紧踢看卖。哦，你看荷兰即届加球，哦，踢甲真水开有无？足少个国家，哦，他家里八强个吼，啊，你看，如果咱来迄阵电商公卖来吼，咱袂失败呢。咱即马逐身拢足大高墙大汉烟斗，啊，头毛拢金金，目睭落落。中国来看，嗯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吗？不像呢，啊，咱拢讲荷兰语啊咧，啊，无咧讲闽南语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伊成功，咱失败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，台青这台自台，头拄仔讲诶，甲咱管212年无再条开一条纵贯线，哦，这真正哦，够两公，啊、哦，好。另外，台湾，敢若许日本管50栋，咱着脱胎换骨安尼。如果咱若搁较早，是日本人来甲郑成功赶走。哦，咱即摆嘛下下叫呢，吼、哦，结果可惜，都拢中国来，拢唔是好东西，郑成功也是，哦，大清同款，啊，过来啊，过即先来，中华民国在台湾，啊，我较用即句，中华民国海台湾，伊若卖来吼，咱免食食咱呢，吼、哦，咱遐30000的经验未死呢，吼、哦，你若美国，我是要你不拍牌，美国你直接来搞食嘛。我证书，我承认嘛，你直接来跟我讲。你看人琉球，1972年就回归日本啊。日本人40几年前就新干线啊呢。咱是阿扁啊吼，硬弄硬甲这个高铁做好呢。较早咱的地下铁哦，真，咱日本嘛几百年前就有啊。哦，咱甲。那十通年前，阿扁啊做台北市长，黄大州咧做啥物？木栅线做到不得不止，做到马特拉袂瘾做，阿扁啊起嚟讲，马特拉不拉，我们自己拉，好不好？把它拉好了。所以真正中国没有海带完，哦，海带足惨，足甜。过来啊，哦，这粒石头啊，足食力嘞。我老一辈吼，我因迄阵。我听阮爸因遐同学会来咧回时拢，台湾哦，一代吼，迄阵美国应该甲原子弹牵到台湾，迄阵咱也牵台湾吼，然后美国来占领，甘愿新两粒原子弹都无爱进到迄粒臭石头，遗害百年，甲今要搁咧害，甲今要搁占据学校的一挂铜像拢要剃掉，迄是咧污染咱台湾人的年轻学子。啊！你也记咱，我读小学，大门入面第一个就是一群黑人，拢爱甲黑人夹咧，就是伊。哦，迄造神运动，啊，这害到咱即马，哦，读到要袂袂清，哦，佫叫甲蒋公呢，夭寿，嗯，有够袂见笑吼。全世界四大恶魔之一啦，四大恶魔。其中两个阁是中国人，阁一个毛泽东，
斯大林第一名，第二名毛泽东，第三名蒋介石，第四名卡希特勒呢，哈、哦。所以这对中国来讲，唔是啥物好东西。好来，咱来分听讲，像那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，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，这是2004年十月二五。前国务卿鲍威尔哦，咱记者那个采访时，伊所讲，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，台湾嘛唔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。哦，这是做到上悬的这个一级主管国务卿哈。用、哦、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哈、哦，这境外国内是我较好的哈、哦，因为美国人要来台湾，伊嘛是爱。美国的护照才能入来、啊、但是台湾过去美国用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，这个国内法来管、啊、美国对台湾拥有管辖治理权，他、啊、用台湾关系法现在来给人管，以前是用一号命令第一号、这个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管台湾，那么他跟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了，美国的参众议院赶紧去定一个台湾关美国台湾关系法来继续管台湾，因为头拄仔迄个麦克阿瑟命令定个等值的，伊也赶紧定一个一号命令，迄个衔接开哈、哦。好，那么国家有认定的标准，啊，咱来看台湾国有这物件无？吼、哦，第一要有领土，第一要有人口，要有政府，要有外交官，这四个，你若有这四个，吼、哦，你就是标准的国家。好来，台湾国有领土无？歹势，台湾这个土地平湖拢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无领土。啊，人口无？歹势，咱即马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国民身份证。哈、哦，咱的潜在国籍是大日本国哈、哦，所以台湾国无人口。咱即马咧讲的时候，这法理上啊、哦、人口哈、哦。啊，啊有啊，阮有政府，歹势，这个叫做 Chinese Taipei。中国人流亡在台北的政府，哦，不是你台湾国的台湾政府，不是哈、哦。有了，我有23个小朋友国家，啊，四五个去碰见一个叫做冈比亚，歹势。你把因的建交公报摕来看，拢是中华民国去伊的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，不是你台湾国派你的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，所以嘛无外交权。啊，这四样拢无。变作叫做台湾国，我讲啊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请问，你是为对一个国家独立出来？因为你若甲独立，就是讲你扛宝地拆开，哦，敢若像讲湖南生迄个囡仔生出来，迄、那个囡仔就独立出来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的宝地里对，你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。佮请问，你的独立纪念日对一天？那美国是每一年的七月七日，请问你台湾国的独立纪念日对一天？无呢？啊，要安怎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啊，讲了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用送的送给人，叫做出卖家己吼，搁咧甲人斗算钱。好，我讲啊，咱拢拜关公、拜妈祖，所以咱拢中国人。啊，咱拢用汉字，所以拢是中国人。这个逻辑哪会通？安尼，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，还是美国人？啊，那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。哦，所以这袂通。啊，咱拢用汉字，所以拢中国人。新加坡嘛用汉字，日本嘛要咧用汉字，日本跟中国人唔是啊。韩国以前嘛用汉字。包括因较在首都叫做汉城，即马改倒当个叫做首尔。韩国人嘛，唔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你若这逻辑会通，安尼，那用英语也拢英国人。菲律宾用英语，菲律宾跟英国人，唔是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这逻辑未通。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比来变怎？吼、哦，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将裁撤，干那存指挥部。即马215,000的兵力，上尾啊要增进到剩头120,000人，啊，这就将来咱要做自卫队这人，吼、哦，会像日本的自卫队，唔是正规军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是被占领，吼、
啊，这改指挥部啊，上面人要来发号施令指挥，就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直接发号施令，或者，哦，中华民国的部队是美军的掌控，哦，包括中华民国的一挂战略，哦，因的兵棋推演，拢爱美军来指导、来视察、督导。将来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了，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人爱撤退去金门、马祖、甲福建的平潭岛。哦，你注意看，这2011年10月30日，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，为台中到平潭3点钟。哦，这一只海峡号。哦，啊来，去年的10月7日，平潭到台北港，这台北港就是北里迄个台北港。哈，哦。位啊，搁较近，2点半钟，就会当到平潭。哦，啊，伊即只船啊，会当载240台的车，760个旅客。啊，哦，估计去年的运量吼，达18万人次。啊，因个即个联合电子报吼，家己报讲，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台中港较大。啥物原因？你去台北管区拢是中国人。都往来较济吼，迄个台北城吼，哦，所以即个将来台北港会较济人吼。现在讲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，咱大家拢听了即句拢会想啊，阿强要甲咱拍会战争，结果唔对，我咱来看，即个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吼，即伊伫即个。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，我讲清楚，台湾独立就是战争。这做一个副的国务卿啊，以及美国的主要官员，这样率直把台独和战争直接紧密挂钩，这过去足罕见的。哦，伊佫讲哈，这是因为我话佫讲较白，独立代表战争。这代表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来打台湾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顶管还有两个头家，你也会记得，一个是所有宽政顶管写的名叫做日本天皇，啊，一个是债权人，哦，你日本跟我打我美国，让我思想财务损失军舰这惨重，你唔免赔哦，无现金，来，所有权人摕来抵押伫我手里，所以台湾的主权握在美国手中，好，哦，暂时握在被抵押，好，哦，你等咱日本政府无国摕现金来赎回去，那么在还没有赎回去之前，美国要负责把台湾保护好。因人以后天皇若摕钱要来赎回去的时候，我爱完整爱行人呢，就敢若讲我这个手表，我若摕来当点当，当3个月，你这3个月你当点，你也要顾好哦，你莫甲我碰见，莫甲我摕第3个月来甲我摕袂掉，3个月来我当单摕来，现金扎来，行李我爱赎回去，你也甲我保护好哦，袂再弃卡去呢，对不对？美国即马咧监护台湾，就是咧顾好，袂使让阿强阿退。这就是安怎？1996年，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总统，发生飞弹危机，阿强阿弃社会团伫基隆港外，甲高雄港外。美国唔免咱要求，克林顿随派两架航空母舰，一架叫做独立号，一架叫做尼米兹号，哦，来顾一个北台湾海，一个顾南台湾海。过掉，阿强嘛惊着，嗯呐安尼，我跟他刺激下飞弹，美国若出一只航空母舰来，就是咧甲你警告。那两只来准备要甲你输赢，来要拍来啊。所以阿强啊，现在就过去，伊敢拍金门马祖，那唔敢伊摕平湖，平湖是易攻难守。更简更疏，因为收袂掉，无关山，无啥物好个要塞，通好修。
日本当时要来摕台湾，伊就先甲澎湖摕来，同款。当时大清要来摕台湾，要来建这个政治王朝的时，嘛是先甲澎湖摕，澎湖摕来。阿公阿奶无爱去摕澎湖，唔敢。伊知影即讲，这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，拍台湾、拍澎湖，等于咧拍美国。好、哦，所以你就会知影讲，美国即卖要来监控、监护这块土地，你要甲摕伊对啊，你甲台独出去，伊当然肯定输赢。哎，你若要甲我退去，你先甲我美国拍败，甲讲，咱有啥物武器会当甲美国拍败？无呢？好、哦，所以。台独足危险的，而且你若以克里米亚这个模式，克里米亚内底58%吼，到尾六成，拢是俄罗斯裔的人，哦，拢讲俄罗斯语较济。同款，你甲看台湾，那么以克里米亚。俄罗斯甲鼓动讲你独立，好、哦，啊，伊个放声讲，我伫边界陈重兵，我是要准备要保护讲俄罗斯语的克里米亚的即个俄罗斯裔的人，啊，所以独立成功，乌克兰唔敢出兵，伊独立了，因个国会阁通过法律案，讲要加入俄罗斯联邦，规个都用。等于俄罗斯并吞伊啊！台湾这个问题呢，介严重哦。台湾80%的人拢讲中国的闽南语呢。阿强啊，那在福建陈仲斌叫台湾去公投，统独公投。咱过去有两届，你那个2008年。也是2012年，哦，这谢长廷跟小英，你跟马英九通牌，你选总统，你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咱两届拢输呢。谢长廷迄个佫输较惨，输200万票呢。小英三只小猪气势遐好，稳赢的，要佫输80万票。好，即摆呐，阿强啊，即摆完了，陈忠斌都在福建，讲我准备要保护。在台湾澎湖讲中国闽南话的中国裔的台湾人，啊，要求今麦国民党内办统独公投，咱保输的，因为咱头壳拢还袂转过来。啊，若安尼了，因今麦统独公，哎，总共互你独立统成功了哈，啊，拄好阿强阿妹并吞较好，你独立了。你还来不及加入联合国，伊出兵来，好、哦。啊，即你若讲统一的人赢，啊，即马国会立法院阁通过一个法案，我们加入中华联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邦，咱都要用吞你。所以无论你是独立还是统一，拢足危险的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爱保持。目前咱爱承认咱战败，咱是由美国军事占领，啊，咱来依照国际法哩，一步咱要甲偷倒转来，咱要依照琉球模式，咱琉球反乱模式，咱用台湾反乱模式，照国际法一步行，一步一开，卖乌白计较，台湾人拢用感情，想想，啊，日本放弃台湾甲朋友，安尼变咱台湾人个啊，讲台湾是咱台湾人个台湾。哦，讲起来听了足好听，国际法理未通哈、哦，因为这个所在是经过战争，还未处理哈、哦，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无处理完毕的一个哦，所留落来的一个事务，国际事务哈。哦，像那美国讲台湾未使公道，哦，这就是美国咧惊讲头拄我咧讲这个状况，你若公道咧。通牌赢哦，头拄啊，你讲迄两届大选，甲当作统独公投，啊，全世界拢爱尊重恁台湾人的民主的选择啊，因为民主是甲自由是最高的这个价值观。啊，恁台湾人啦，讲大部分拢要
跟阿公啊同意，安尼阿公啊若派解放军入来，每日安保条约说师出无名啊，爱尊重恁台湾人的选择，恁都要跟阿公啊合作伙啊，啊我要是要来拍阿公啊，要拍安怎？师出无名，好，所以真危险。那么是按照美国要爱咱台湾民警训练4000名的人员，甲好啊41万分呢？台湾政府新闻讲，就是蒋介石迄阵派1000名来管台湾，哦，1945年10月25日，迄阵台湾差不多600万的人口，那么即马咱差不多2300万，差不多4倍，所以美国要求咱爱训练4000个。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扁啊，2000年，伊无想着讲伊会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，所以无组一个执政团队，所以算到哇，找无人来接管，吼，哦，因为遐主要官员哎，差不多8000个。那么你也想，在安尼状况下，阿扁去接总统府，头换心无换，总统府遐哈，啊，行政院遐一挂顶管的人是民进党的人呢，剩下下骹这办公人员、办事人员，嘛是还阁当时国民党留落来这事务官。伫安尼情形下，阿扁啊，也是行政院的命令落来到下骹，阳奉阴违，拢招整伊，吼，哦，头壳，吼，哦，总统府，骹甲手拢，甲身躯拢还阁国民党的心。哦，头啊心无啊，所以阿扁啊，这8年用久后脚做甲哩哩啦啦，但是我那算足够的，哦，比较早，哦，遐个总统拢做较好吼，哦，替咱台湾人省足侪钱，吼，哦，省几条的，你著干那讲，哦，北部的第2条高速公路，吼，哦，啊是南二高，啊是通什么大潭发电厂，这加加落来，甲恁省一条啊。你跟他白二高，因国民党的时代编预算2500亿，阿扁也去做，差不多1500亿就给他做开，就省1000亿啊！吼，哦，啊，伊那要国民党继续执政吼，继续做2500亿无够，一定爱去追加差不多1500亿，差不多爱4000亿才做起来。因国民党做啊，冲一波，一直追加预算，一直追加预算。包括大潭发电厂，哦，我印象是讲先伊甲开国际标，先甲要1800亿，吼，哦，诶新台币 ，OK。啊，另外41万分呢，台湾政府新闻就是讲，伊要爱先有41万个本土台湾人读个清醒，会当来请新闻讲，知影讲咱的新闻是本土台湾人，跟闽中国人无共，血缘也无共。啊，有这个基本做基本的这个种子教官，出去全台湾去讲，讲咱是本土台湾人，咱唔是中国人，咱是日本大日本国的台湾人，哈，安尼，甲台湾人跟中国人切落开，哈，哦，你若本土台湾人，咱有一个